休息。这个阶段活动大概30分钟，后面你的发言、你的问题啊，我们都会列管记录。如何这个应对这个诈骗的方法？辅导会主任委员董祥龙董上将。各位是。大家利用这个管道跟我们联络，你可以很快的，你所有的讯息在家里面，你想到什么事情就直接送过来，我们一定会回答你。